著名的化工街酒精也难买，才刚上架就引来大批人潮排队抢购，连这款商品也好热销。它没有大的那种。没有了，直击不少化工材料行，一般的酒精分装瓶全都卖光光，实际再到另一间店，店员忙不停，分工合作，一个拆塑胶袋，一个负责整理，好几箱分装瓶摆在店内显眼位置，因为有太多民众询问购买，但这些通通都是店内最后库存。现在卖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库存或者是厂商库存，现在如果要叫新的货的时候，我看一两个月都很难交货。不少民众会买大罐酒精来分装，业者说分装塑胶瓶每天询问度超高，假如库存卖光光，现在要进货还得等上一段时间，但要买适合酒精的分装瓶，你买对了吗？从材质上来看，这种的材质大部分就是 PE 或者是低密度聚烯，这种东西拿来装酒精，很有可能里面有一些东西会被酒精溶掉，导致它变软或是破洞。化学老师来解密，以 PET 材质来说，假如喷嘴或瓶身较软较薄，要装高浓度酒精的话就不适合，因为材质容易裂化，要改用气密性好的 PPHDPE 分装瓶比较适合，比较软好捏。走一趟日式卖场，架上卖的都是 PE 跟 PET 材质的塑胶瓶，业者也特别公告不适合拿来装酒精，如今民众买酒精分装自保，可也得注意容器适不适合才能用得安心。三新闻郑祥仁参与其台北采访到。